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春有你二的训练生呆萌。听说今天呢，有很多青春制作人给我写信啦，让我来看看你们的信都在哪里呢？哎，泡泡信箱，取件码，现在还这么高级的吗？信箱都有取件码，青春快递。 泡泡信箱，各位训练生您好，青春制作人通过泡泡信箱投递的信件已经到达，请直接打开信箱取件吧。有钥匙了，打开它，直接打开它就可以取件吗？这么不会爆炸吧？这个信箱，哇、啊！这是在整我吗？节目组。 因为我这么好就被吓到吗？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小 case。而且真的很过分哎！除了这个以外，你们知道节目组多过分吗？还有这个，蛇虫鼠蚁。好了，我把你们。 我把我的青春制作人们都拯救出来了，我是你们的英雄，我要把你们装进我的百宝袋里，然后现在呢，我要出发去读信了。好啦，带上你们的爱，我要出发了，拜拜。啾，来看哦，这一封也太厚了，这是在写论文吗？哇，第一页两页，三页，四页五页六页七页纸。 写给戴萌的话，你好，戴萌，许久未见。打从一开始，当你的粉丝的时候，我就跟自己说过，我只会推你一个偶像。如果我不推你了，我再也不会看任何关于偶像的东西。我并不是一个会追星的人，犯上你实属偶然。那证明我特别的有魅力，所以你才犯上我呀。你的付出一直都是很值得的。你一直有我这种尽管能力有限但对你真心实意的透明粉丝的存在。哦，是一个自称小透明的粉丝。 我推的戴萌是一个温柔善良、单纯自律的人，他嘴笨脸皮薄，他不会自吹自擂。没有没有，我经常自吹自擂。哇，我发现我的粉丝很，都是很正经，写给我的都是那种非常正经的话，就写的很感同身受我的感受这样子。夸我的呢，我就不见了。比如说这种什么坚定、温柔、善良。 你唱歌比以前又进步了，你学会了做vlog，你养了猫，你辞了队长，仿佛2019年度过了一整个世纪这么长。我知道，这本是你该有的样子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的坚持终于渐渐洗练出了我该有的光滑。去写诗吗？戴萌，你要相信你粉丝的眼光，人生又有多少个5年可以消磨？我的全部追星生涯都给了你一个，不是因为你貌美如花，我怎么不貌美如花了？ 不是，是因为你人好。怎么会有给我发好人卡的粉丝？他说他喜欢我，不是因为我貌美如花，而是因为我人好。给我上样机关。好，我值得，戴萌加油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希望下一次你来见我的时候，可以就我的容貌、我的外形，也可以给我一些夸赞，好吗？而不是。 就是我知道我的内在有很多吸引你的点，但是我的外在也可以被你夸赞一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看这个吧，这封信太特别了，是用作文本写的，然后作文本上面写了好多字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好不容易买到这本纸，别挑了，别家小朋友都没有。吃瓜就给自己种花，梦想汗水坚持。 3到6年级使用，我这个不会是个小学生粉丝吧？吸不到猫，冲不了浪的戴萌小朋友，你好啊！这个开头就让我有一点点郁闷。我吸不到猫，冲不了浪，可是我可以追求我的梦想，我可以舞动呀！啊，我热爱跳舞，我热爱舞台。不管是 SNH48、TMS2 的戴萌队长，还是现在青春有你2的戴萌选手。 亦或是今后有着无数可能性的下划线
都是值得被看到的宝藏女孩。我要更担心你的是，吃太好，睡太好。我真的吃的挺好的，睡得也不错。确实，大家不要担心，我们在这里其实过得真的挺好的。我们在长隆里面吃的也挺好，睡得也挺好，吃的那个盒饭还有鸡腿，我们睡的宿舍，我特别会享受，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床床垫，我现在每天是席梦思般的感受。你值得，你可以，不准佛。这个水彩笔很贵，我得多用。据说可以让孩子爱上色彩，你爱了吗？你们爱了吗？这个色彩好有意思啊，这个人。希望你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，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再说一句戴萌你好啊。然后给我贴了一个这个平安喜乐 ，Good luck is coming。谢谢。虽然你在这个作文里面 diss 了我很多，但是还是感谢你，很用心，很用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春有你二的训练生戴萌。进入爱奇艺泡泡 APP， 加入我的泡泡圈，观看加长版读心内容。